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其生，欢迎来到 Microsoft Teams 轻松学哦。今天会教十个常用的小技巧，尤其是最后一个哦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Teams 里面有很多功能，我们来先讲第一个哦。像你左边这个，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名字，或是你可以在上面这个更多筛选里面筛选，例如说你可以搜寻你自己名字。OK， 你会发现，在这边就会有。好，你点它一下哦。这个其实是你可以跟自己聊天，所以通常我会做一些笔记在这，例如说 Teams 教学或是相关的资讯，我就把它 post 在上面。好，你也可以按右键按点点点这里，这可以做的丁选，所以你可以丁选在你的聊天群组上面，你自己的聊天群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功能哦。好，我们来介绍第二个。那假设我想要新增一个群组，我要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，例如说你在上面搜寻，例如说杨千沛，好，我点下去。好，你可以在右上角你会发现有一个加号，开始群组聊天。你例如说我把史莱姆加进来，史莱姆，好，我就选新增，然后选建立。好，你会发现这边就会有一个新的群组。哦，因为这我之前已经有见过这个群组，你会发现，这叫签合通知。你在左上角这边也可以改，例如说这是三人小群。然后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加入，这样就是一个群组聊天的。你可以在这边 Hi Group， 你可以这样聊天。那你可以也可以用 Tag 的方式 ，Tag 是什么呢？你按像 Line 里面按小老鼠可以。就是强调那个，你用在 Teams 里面小老鼠也可以有，而且你可以用所有人或是某一个人，就是这样，那他就会收到相关的通知哦。Test， 好像这样，例如说像我这 tag 杨千沛，你看这边就会有一个提及了。好，好，再来呢，我把这筛选打叉。那你想要把某一个人的聊天一直盯选在上面怎么做嘞？在聊天里面，例如说我选择杨千沛这个，我点点点按下去盯选，你就会发现上面多一个人盯选哦。例如说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盯选在上面，这样它永远就会在最上面这里，好吗？这也是一个第三个小功能哦。好，再来是一些小细节哦。你看哦，我们左边这边你会发现，这有最上一次的讯息。在上面，但是有时候像我在分享画面的时候，别人会看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透过上面这边名字旁边这有个设定，点下去选设定。好，在这边外观第二个这个外观和协助工具点下去。好，往下有一个聊天讯息密度这里，你把它改成密集，像我现在改成密集。好，你就会发现这边就看不到了。好吗？左边这边就会变密集的状态。好，这是第四个小功能。再来跟聊天也有点关系，就是在会议里面啊。例如说，我先把这个，我把它拉成两边的状态。好，我在左边。好，我像我这边哦，这边右边是杨前辈跟我自己聊天，我再打个讯息测试。好，你会发现这边这个画面啊，会有这个讯息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提示会跑出来，怎么办？如果我在会议中跳出来，不是很尴尬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样在我左边，这是我的设定，选这个设定，选点点点设定，点进去。好，在通知与活动这里，通知与活动有一个叫做显示，在这个。通话中显示讯息和内容预览，把这个关掉，我把它关掉，现在关掉哦。好，没有确定可以选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我再来试一次哦。我已经关掉了右边，再一次讯息测试二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讯息测试二，你会发现，这一次是这样，这个是讯息，再一次啊。
讯息测试3 test 3好了，你会发现这个讯息预览就隐藏哦，所以你在会议时候就不会被人家发现了。好，这是常用的聊天的小功能哦。好，最后讲一个我们常常会用到，例如说这杨前辈这里，我可以在右上角这点点点按选，在聊天中寻找，这是干嘛呢？就寻找你们过去聊天的讯息，例如说开会，你按，你就会发现，5月21日2022年5月20日有等等来开会讯息，你点下去它就会跑到那个讯息里面了。好，那你想要跟任何人聊天，你也可以在最上面搜寻，例如说史莱姆，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东西哦。好，那讯息也可以找到，档案相关的都可以。好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些界面来寻找哦，非常实用的功能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想一个封面，那怎么做呢？那你按这个小老鼠，然后你打 DES 这个 designer 上面这个，好，按下去，然后空一个键，那例如说我们就是放大一下好了，保险人员在大雨中帮忙协助处理事故的状况。好，你按一下 Enter， 这时候呢 Teams 就会呼叫 Designer 出来，会画一张图片哦。好，你会发现 Designer 就其实就是 AI 的功能了。这 AI 的功能是用到什么？用到 ChatGPT 的 DALL-E 3的绘图功能哦。好，你来看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成果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图片。好，那这非常的实用哦。那你们在想报告的图片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绘一张图片，是不是很棒呢？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喽。那你如果想要学习 Power App、Power Automate 甚至 Office 365相关的，请到我的官网哦。那有相关的线上课程给各位参考。那今天就到此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